家好，我是特仕甲的杨承安，我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可以在 iPad 上面使用的软体，叫做 Sketch Junior。 你点进去之后，可以这里可以有你制作的故事，然后用这个软体的话，好，我们来看承安做的故事哈。同时这一套是在安卓的平板也有哈。好，那2016已经试出了 ，OK。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小故事。好，这一边就是淳安画的图。嗨，宝宝。嗨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。我要开动了。等等，吃饭前要记得洗手哦。那我们一起去洗手吧。洗手五步骤。好，这只现在是福克五高赫的吉祥物。然后如果说点这个的话，你可以让就是使用者在点的时候，它会发出声音跟文字的回馈。湿，用清水将双手完全弄湿。然后像是捧的话也会有。用水把水龙头冲干净，并记得关水龙头。然后 OK。吃饭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哦。好。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你程式码的部分看一下哈。好。这里啊，回到程式码部分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它的原始件哈，它做出来就是这样。你看它下面的程式码就是都是用拉脱曳的，好，所以老师们在学跟小朋友在学，或者是对于身心障碍的小朋友练习发音，其实是很方便的。好，那你最后做个结尾。好，然后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小朋友成为就是故事中的主角，像是这个的话，它可以将人物改成小朋友的头像。OK， 好，就是改成小朋友的脸。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啊，所以这样我们的主角就可以进来。对，会有让小朋友代入感。好，谢谢淳安。谢谢。